look what you're wearing. Yes. Hello. Hello.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It's nice. Very nice. Thank you. Hello, 大家好。看我今天的穿的衣服是不是有点不一样？这个是婆婆的，要说他们的民族服装吧，这是婆婆之前买给我的，但是我一直就是放在柜里面没有机会穿。然后我想说今天正好天气好，我就把它拿出来了。这是一个这个样的那个像头巾一样的，就常常会看到我小姑子他们俩这样就把它披在肩上，是不是？但是我就把它当围巾这样子。今天因为我跟小姑子他们休假都比较闲嘛，然后婆婆家里正好装修也刚结束，也需要去逛一逛家里的饰品啊、小东西啊，所以说我们想说这两天正好没事儿，就陪婆婆到处逛一逛，买买东西，然后我就穿上婆婆送给我的衣服，她肯定很高兴。你可以来 ，Hello， Oh, I like what you're wearing. Yes, hello. Nice to meet you. It's nice. Very nice. Thank you.I'm a long time didn't wear this clothes now. Yeah, it looks so lovely. Thank you. I'm here Pakistani girl. It's like a Pakistani girl. 好了，我们现在也汇合了，我们出发啦。好，先到这个公益福利店来看一看。这是一个二手店，里面有好多家居啊这些东西，还有装饰品，好多都是大家捐出来的。后面还有卖床的。有些的都还比较新，但有些就是有点老了。婆婆刚刚在那个店子里面没有选到她想要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准备换一站去别的店子逛一逛。今天我小姑子就全程当我们的司机 ，You are our driver. I'm your driver today. Yes, today two materials wash. Oh, today morning is my hang up. Wow, that's good. Today's good weather. 小姑子去买咖啡了，然后我跟婆婆先去这边的店子逛一逛。看这个垫子里面都是卖沙发的，婆婆想要找的是电视柜，因为之前我们在网上帮她订那个电视柜，昨天去帮她安装的时候发现尺寸有一点不合适，太高了，所以我想着再来换一换看看。跟我一样去买东西的时候先看一下价格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了，刚那个垫子里面太贵了，然后尺寸也合不上。其实说实话，我们第一次加那个垫子，那个就是福利店里面那个柜子，我觉得挺好的，但是我婆婆她非要黑色的，有时候我发现我婆婆特别固执，我们就帮她找黑色吧，先换一家。我们现在又在逛另外一个家居商场，有床具啊，很多不同的东西。妈妈，want to buy 铺上的。You know, put them sofas, my cozy sofas. So Pakistan shop is much cheaper. 婆婆也是到处逛，然后到处比较价格，说她经常去那些小店子会便宜一些。When you buy your house, you can take your time to shopping around these kind of cute things. You let me give you one, you say you just. I like it. I like shopping. 小姑子也喜欢那种小小的家居用品。这边还有柜子，我们来看一看。终于找到了婆婆心心念念这个黑色的电视柜。Oh, put it in the car. It's not too heavy. 希望能够装在小胡子的那个车里面吧。You like it 吗？ Yeah, like it is very important. Yeah, we'll make you happy. black one. Oh, that's good. 因为我们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这个黑色的，终于找到一个而且尺寸相同的。Yeah, it's not good. Mama, are you happy today? Yeah, this door, I like this. Finally find the mom's like the door. Yeah, finally got it again. 今天很开心，因为买到了婆婆想要的东西。现在我们准备去吃饭了，肚子饿了。我们到吃饭的地方了，这是婆婆选的，她说带我进去看看，特别有特色的一个餐馆。Very beautiful place, mom. 的确好有特色。Food is nice. Food is nice. 哦。
这是我们点的，我吃米饭，婆婆他们吃饼子，比较简洁的中餐。可能刚刚大家都饿了吧，所以大家都吃得好快，一人还给我发了一根棒棒糖。我们现在要去接 Timmy 了。我是光的。小家伙回家了。在吃那个芝士条，然后再唱他今天在学校新学的歌。我吃肉，我吃两个肉，我吃点二个蜜。哇，好棒啊！小家伙回家的接下来的活动就是打气球了。Orange 呢？你在干什么？我在溜达。好，中文怎么说？打气球。嗯，那你要跟妈妈是说中文的啊，说打气球。打气球。嗯，好了，你打气球。No, this was fun. 好的，然后待会儿晚上我就准备，跟小家伙做那个饼子吃。我们晚上做鸡蛋饼，好不好 ？OK。好的，嗯。他就负责打，我帮他挤。我老公还没下班呢，待会儿下班了之后，我们先带到去公园玩一下。然后呢，我们就回家再做晚饭。走地图。今天给大家说拜拜，爸爸，看着镜头说拜拜了，爸爸，嗯，你说我玩了，我忘了，嗯，我忙得很，我忙得很，好了，拜拜，下期再见。